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一名高中生了。哈，我的高中生活也将从这里开始。啊，我简洁的高中寝室可真简洁。哎，这有个盒子，哎，里面有封信啊。学弟你好，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。学弟你好，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离开了这个陪伴我青葱回忆的校园。在这里，你会认识新的朋友，结交更好的伙伴，认识三个可爱的室友。在期盼与畅想交织的金色九月，愿你一路前行。虽然生活并不总是风和日丽，充满希望，但总有人会陪你度过这难熬的漫长黑夜。师哥，你人在这儿的话，就没有必要写信了吧？学弟啊，我是这个宿舍上一任的使用者，哇，真怀念呐、啊！哦，请原谅我自作主张，帮你选择了理科。哎，师哥，我才高一，还没有到分科的时候。作为过来人呢，我想奉劝你，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津都不怕。哎，师哥，为什么我要去走天津啊？哎、你这个西瓜要是不要的话、哎，我要啊！哎，师哥，我还要呢。师哥，我们先拿走吧。哎，不是，我要啊，师哥。哎、你等，我要。哎，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呀！师哥，把西瓜还我呀！哎，我让我尝一口，让我尝一口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一个大学生了，脱去了青春的皮囊。广州山冲大学，我梦想中的高校啊！这大学寝室，跟高中的时候一样啊！哎。眼熟啊，我是在哪儿？想起来了，好险啊！大学生活，我来了。哎，有字啊，学弟，当你读到这行字的时候，学弟。磊侯，当你读到这行记的时候，你已经开始了你的大学校园了吧？在期盼与畅想交织的金色岁月。哎，你不会粤语就不要说了吧？愿你一路前行，在这里，你会认识新的朋友，结交更好的伙伴，认识三个可爱的室友。虽然生活并不总是风和日丽。充满希望，但总有人会陪你度过这难熬的漫长黑夜。师哥，你有必要做到这种程度吗？哎呀，学弟，真是没有想到你也考到了山中大学呀！不是，这也太巧了吧？哦，请原谅我自作主张，把你的照片呢贴在了女厕所的墙上。为啥呀？作为过来人呢，我奉劝你。大学最重要的就是谈恋爱，没有恋爱的大学是不完整的呀。哎呀，不是，把我的照片贴在女厕所，只会被人当成变态的呀。有机会啊，多学学英语，把四六级考了，这对你以后的人生啊非常重要。哎，等一下，师哥，这是，如果这个酒你要是不要的，我要啊，师哥，我要，我就先拿走了。哎，不是，我要的，哎，哎，那是我父亲为我酿造的呀。哎，那个酒。好犀利呀！哎呀，哎呀，你不会粤语就不要说呀！大学四年，不知道什么缘故，没有一个女孩跟我说过话呀！所以今天我是一个研究生了。这研究生的寝室果然是不出所料啊！研究生生活，我来了，选上铺啊！
学弟，当你打开这个衣橱的时候，你应该已经开始了你的研究生生涯了吧？你该抢了是不是？在这里，你会认识新的朋友，结交更好的伙伴，认识三个可爱的室友。你把这个帽子。在期盼与畅想交织的金色九月，愿你一路前行。虽然生活当中并不总是充满着希望、风和日丽，还给我。但总有人会陪你度过这难熬的漫长黑夜。师哥，我们可以谈一谈吗？学弟啊，真是没有想到你也考到了这里的研究院呢。把包还给我可以吧？哦，请原谅我们自作主张，把你的研究方向啊从自动化改成了现代舞。你现在的导师啊是我们过去的好大哥，有我们帮你啊，你肯定没问题的。不是，哎呦，有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，你们到底是谁啊？哦，我一直没有机会介绍。来，青年演员强东东。歌舞剧演员孙天宇。赖声川，上海上剧团宗俊涛老师。不是，这些是你的室友吗？哦，是我花钱过来的演员。你鼓掌啊。哎，宗老师，你要不带大家说两句。哎呀，掏出不得了的东西了！谢谢大家，很高兴能有机会站在这里和大家见面呢，也是托了小李的福啊，能让我们三四年的总是能相聚一次。你还说什么？我们再给他们一点掌声好不好呀？哎，你们几个对着我寝室的墙在干什么呀？谢谢。演了这么多年。还是没有打破这第四堵墙啊。哎呀，哪里呀、啊、你在替墙在揪什么呀？哦，学弟，如果你这个包要不可能，如果你这个垃圾桶要是不要的话，我就先拿走了。师哥，你拿人东西是个病了呀。微微。哎，你把桶还住了。我为了你，我考了一个博士，我倒要看看。没有，没有啊！哎，没有人，那个人，他没有考上博士啊！我考上了。决定。当我。我这个砖人别打我，不要让我再看见你啊。时光荏苒，一转眼又是15年过去了，现在的我没有那么暴躁了。哎，那个男人，哦不，那几个男人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有时会有些欣喜，有时还会有些感伤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总之在这个城市里我也拥有了自己的小家。爸，哎呦，带你去看一下咱们的新家。好。哎呀，爸。决定。请原谅我们自作主张，把这里装修成了宿舍的样子。天秋九。学弟。学长。请原谅我自作主张，生了这么一个儿子。哎，哦，如果这几个演员你不要的话，我就拿走了。哎，学长，不是，哎，爸，学长。